个小时。没有办公工作人员会讲英文，其他人都会啊。看咖啡，我们公司叫咖啡什么？爆炸多。你穿的刚好，我觉得刚。Thank you.
没关系，我是何总的兄弟。现在才90号，我们571号要等4个小时，天哪！期待吗？超期待，吃两个，吃两个。我们从12点抄号码排到现在，排了3个多小时。看起来很好吃，是葱看起来很好吃。Thank you.